Quality Diet。每个女人都希望自己瘦噶啦，但系平时咧又抽唔到时间去做运动，而好似我咧就会去食啲 supplement 咧去减嘅。市面上面咧有好多唔同嘅产品，个个都讲到自己好似好劲好好咁样，但系咪真系 work 咧就另一回事啦。好似前排咧，我有 friend 咧买咗啲瘦身产品嚟食啦，隔咗几个月再问翻佢咧，佢就话瘦啊瘦咗，不过瘦咗落个胸度，佢都好无奈。所以我自己揀瘦身产品咧，就一定会睇清楚有冇人食过啦，临床数据啦，同埋品牌信誉，成分都好重要噶。Svelte 呢个品牌咧，系我第一次去日本嘅时候已经被佢吸引住啦，点知翻到嚟香港咧，万宁都有得买，所以我就向 Svelte 嘅专员了解下啦。之后咧，佢哋帮我设计咗一个疗程，一个咧就系燃脂分解酵母啦，另外一个就系控油解发面，同埋呢个五克燃脂丸嘅。重点提升新陈代谢啦 ，keep 住全日都喺度燃烧脂肪嘅，就算全日坐喺度唔喐唔做运动咧，都系烧紧脂嘅。帮我吸走 84% 嘅油啊、糖啊、淀粉质啊，咁我就可以放心咁食啦。我想减嘅地方咧，就全部都帮我减走晒，例如话肚腩啊、拜拜肉啊、下半身嘅嗰啲鬼畜肉。但系唔想减嘅地方咧，譬如话上围就冇减到嘅，条腰瘦咗，睇落仲好似升咗级添。每日都要定时食，起身空肚食五粒五克燃脂丸啦，然之后 lunch 前咧就食四粒燃脂分解酵母。咁 dinner 之前咧就食四粒控油解发面嘅，我 keep 住食咗差唔多三四个月啦。就算我拍戏日夜颠倒食无定时咧，但系一磅都冇肥过喎，真系劲啊！唔怪得佢喺日本短短十年时间咧，已经帮超过1000万个人达成瘦身目标啦。有齐实证啦，临床支持啦，仲系日本三甲瘦身产品，唔拣 Svelte 拣边个咧？大优惠，千祈唔好错过啊！瘦身唔瘦控，梗系冇难度啦。今日开始跟我一起食 Svelte 啦！Quality diet， 美食当前，唔食翻够本真系对唔住自己啊！你做咩唔食啊？我唔食啦，我饮杯水都肥噶。你有冇咁夸啊？我都话噶啦，餐前食控油解发面打底，就点食都唔使惊啦。佢有专利食脂配方，分解淀粉质，再吸埋啲油。今餐咁 happy 嘅，要食三倍控油解发面啦，食脂速度三倍 up。跟我食埋 Spa 瘦身菌，全日劲食都瘦啦。Quality diet。之前乱食瘦身餐，搞到冇晒胸。点解你可以瘦身唔瘦胸嘅？因为我每日都有食燃脂分解酵母啦，每日四粒，我提升燃脂力，吸走卡路里，集中减肚腩、pat 大髀同小腿。中招行啊！行啦。瘦身唔瘦胸，想瘦快啲，梗系食埋五克燃脂丸同埋控油解发面。